先生你好，黄清源先生你好。啊，黄先生，今天看到你非常英俊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第一次亲自目睹黄清源的风采啊。是啊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靠近黄清源，看清楚呢他这个细嫩的皮肤啊。想不到黄清源还是那么的年轻啊，虽然是已经在歌坛30年了，不过还是那么的年轻，难怪呢还有那么多的人呢支持黄清源。刚才在黄清源先生上台之前呢，这个在座的朋友们的那个反应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哦，想不到啊。那么请问黄清源先生，你觉得今天晚上参赛的歌手里头谁最像你啊？编号几啊？我觉得今天晚上11位歌唱的选手都唱得非常好，那么我很难把其中一两位挑出来，那我们三个尽我们的力量，因为他们唱得太好，我也不舍得把他们去掉。啊，那么你最喜欢谁的样子呢？比较像你的？最好不要像我，因为我长得难看。哎，他黄清源先生太谦虚了。我刚才在想哦，在这个比赛过后呢，我要向他请教，到底是如何驻颜呢，能够保持着那么青春的这个形象啊？我觉得一个歌唱艺人最主要要早点睡，早点起来。那你的声音嗓子比较好。那第二个我就睡得不够，因为我昨晚失眠。哦。我听说这边的票已经派完了，所以我就紧张的要命。各位，黄清源是昨夜我为你失眠，所以你们要给他更大的、更多的鼓励的掌声。谢谢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聆赏黄清源带来他的成名曲。第一首是《阿兰娜》。阿兰娜。谢谢。春风吹醒了大地，春光照遍了无常，春意滋润这野草，月之路我这颗小心心头的希望。阿兰娜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，你可听到我呼唤。阿兰娜，阿兰娜，我愿看到你欢笑，我愿投进怀抱。阿兰娜，我爱你到老啊，怎么也忘不了，快来吧我们相见，共把生活创造。阿兰娜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，听到我呼唤。阿兰娜，哦阿兰娜，哦阿兰娜，春风吹醒了大地，春光照遍了牧场，春意滋润这野草，也滋润我这颗小心心头的希望。阿兰娜，你可知道我
Hanna喜欢的歌曲是什么呢？其实我喜欢的歌曲大概他们都不知道。那请你透露。曼丽不是我喜欢的歌曲。对吗？因为 无形中我灌曼丽的时候，因为是唱片公司老板，他喜欢，不是我喜欢。不过他的喜欢让你大红特红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运气相当好，当时男歌星会比较少，不像现在很多啊。所以我应该退休了。那你还没有透露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呢？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是我30年来一直在唱的《良夜不能留》。谢谢。哦，原来是《良夜不能留》。那么今天呢是RTM 就是电台庆祝50周年。那么是一个纪念日，同时也是您歌唱30年的一个纪念日。对。那在这儿，你有一些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？你有听电台的广播吗？有。我驾车的时候我就听，因为我只有驾车的时候有时间开广播。我收的是1049，那个播道，是第五台的，可能是新山转播。你从几岁开始听啊？以前我有听过马来亚电台，它像。马来亚电台 Radio Malaya。 对不对、那时候我是开始，我大概是小学的时候。小学。对。那么听到现在90年代了。对。我觉得节目越来越进步。资讯越来越多。对。那谈谈你这次重新出来灌录唱片的一些感想好吗？这一次是我30年的纪念，那么我得到南方唱片公司老板严老板，他想应该做个纪念，那我想也是了，等了我以后我死掉都没得看了。所以我就答应这个南方公司，跟他出了第一张 LD 专辑。我觉得我这次在制作方面，在录音方面会比以前好一点。那你在唱歌呢，果然是宝刀未老哦。那么这次再重新出来站在台上，这之前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啊，或者说做了怎么样的更好的准备吗？其实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，因为我现在是搞小生意了，很少在台上演唱，除非是在新加坡的 road show， 那有时候企业接戏这样唱歌玩玩这样，那种负担不重了，那种跟你们非常接近，唱错了不要紧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洗耳恭听黄清源带来他的《良夜不能留》。好，谢谢。不能留，让那时针停不着，很想记太多事，偏生
身体更不休，两眼不能流，请把笑脸咽下了，恩怨过太无情，天时时辰光和冷，眼是多么的温柔，我俩情意相通，不为曾经情相守，又是黎明时候，两月不能留，只为一步缘人而终，恨相逢时太短，才相见又要分手，温柔，我俩情意相通，不为曾经情相守，又是黎明时候，两月不能留，只为一步缘人而终，一段才相见又要分手，才相见又要分手。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？玛丽，怎么你这样年轻，轻轻的就离去？我很伤心，今天我永远远久别离，只有留下的情景是我。有我和你，满意可记得我们时常快乐的在一起。我很伤心，今天我不能生活而在一起，只有希望在梦中时常能够见到你，满意。只是少了你，
有等待时候，我们埋葬在一起，满意。
女黄庆元奖的是编号二，唐宝珠。她唱的歌曲是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那我们请黄庆元先生颁发这个奖项。所有的得奖的歌手，我很伤心。